YouTube 频道一加一由情侣档令伊利组成，两人爱情长跑十一年，日前终于宣布求婚成功的喜讯。频道于15日上传新影片，公开两人攻顶富士山的记录。在出发前一天，伊利因尿道炎复发，差点无法爬山，不过看了医生休息一天后，还是决定挑战看看。途中虽然数度想要放弃，但两人经历重重关卡后，最终成功登顶富士山，还看到了美丽的日出。随后令突然叫伊利坐下，无预警问女友愿不愿意嫁给他，接着用手指圈成的戒指套牢了对方，让伊利感动流泪，他还感性告白，表示这辈子再也找不到可以陪自己上山下海的人了。伊利随后也公开钻戒照片，形容男友是自己的超人，如果没有对方，自己根本不可能成功爬上富士山顶，还看到这么完美的日出，更感性告白称我的世界里有你才是我的世界。影片曝光后引来大批网友感动，表示直接在荧幕前爆哭，追了这么久终于见证这一天，真的太开心了。Bye.